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了，我们的大声朗读已经到八点了啊。晚上好，我是三三老师。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93天啦，小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吧。晚上好，我是陶贝，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93天。快，已经93天了啊！太阳，太阳，我怕黑，我怕黑，我怕黑。一到晚上，一到晚上，我就躲了起来，我就躲了起来。躲雨，躲雨，下大雨啦！下大雨啦！下大雨了！下大雨了！小狐狸躲起来了，小狐狸躲起来了，小狗躲起来了，小狗躲起来了。我也躲起来了，我也躲起来了，大家都躲起来了，大家都躲起来了，只有大雨自己没躲，只有大雨自己没躲。彩虹，彩虹，彩虹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彩虹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哥哥不知道。哥哥不知道，爸爸妈妈都不知道，爸爸妈妈都不知道。终于有一天，终于有一天，我看见小孩子们，我看见好小孩子们在快乐的画画，在快乐的画，一不小心摔倒了，一不小心摔倒了。燃料洒到了天空上，燃料洒了天空，天空上，白云看见了，白云看见了，也画起画来，也画起画来，画完，画完，变成一道道，变成一道道，美丽的彩虹。美丽的彩虹，春夜喜雨，春夜喜雨，好雨知时节，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，当春乃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随风潜入夜。润物细无声，润物细无声，野径云俱黑，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，江船火独明，晓看红湿处，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，花重锦官城。哇，今天的都很长哈。如果记住就是忘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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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忘却。我将不再回忆，我将不再回忆。如果忘却就是记住，如果忘却就是记住。我多么接近于忘却，我多么接近于忘却。如果相思是娱乐，如果相思是娱乐，而哀悼是喜悦，而哀悼是喜悦。那些手指何等欢快，
那些手指等等。今天采撷到了这些。今天采撷到了这些。嗯，啊，今天的真的都很长哦，宝贝们。我愿意是急流。我愿意是急流。我愿意是草屋。我愿意是草屋。在深深的山谷底。在深深的山谷里。草屋的顶上。草屋的顶上。饱受风雨的打击。饱受风雨的打击。只要我的爱人。只要我的爱人是可爱的火焰，是可爱的火焰，在我的炉子里，在我的炉子里，愉快的缓缓闪现，愉快的缓缓闪现。我愿意是朵云，我愿意是云朵。我也是，是灰色的破旗，这灰色的破旗，在广漠的空中，在广漠空中，懒懒的飘来荡去，懒懒的飘来荡去，只要我的爱人，只要我的爱人，是珊瑚似的夕阳。是珊瑚的夕阳，傍着我苍白的脸，傍着我的苍白的脸，显出鲜艳的辉煌，显出鲜艳的辉煌。嗯，乌云，乌云，白云玩着，白云玩着。抹黑了脸回到家，抹黑了脸回到家，被妈妈骂哭了，被妈妈骂哭了。枫桥夜泊，枫桥夜泊，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月落乌啼霜满天。江枫渔火对愁眠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姑苏城外寒山寺。夜半钟声到客船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换一个啊，这有点难。太阳和月亮，太阳和月亮，太阳和月亮是好朋友，太阳和月亮是好朋友。他们在同一处上班，他们在同一处上班，但上班时间不同，但上班时间不同。太阳负责白天，太阳负责白天，月亮负责黑夜，月亮负责黑夜。太阳怕月亮孤独，太阳怕月亮孤独，送给了他萤火虫，送给了他萤火虫。月亮怕太阳寂寞，月亮怕太阳，送给了他棉花糖，送给了他棉花糖。真是一对好朋友哈。雾，雾，雾来了，雾来了，捏着猫的细布，捏着猫的细布。他静静的弓腰，他静静的弓腰，蹲着俯瞰，蹲着俯瞰港湾和城市，港湾和城市。再向前走去，
在少年走去。哇，这个好长啊，我们来试试啊。往昔的时光，往昔的时光，老朋友哪能遗忘，老朋友哪能遗忘，哪能不放在心上，哪能不放在心上，老朋友哪能遗忘，老朋友哪能遗忘，哪有遗忘，还有往昔的时光，还有往昔的时光，为了往昔的时光，老朋友，为了往昔的时光，老朋友，为了往昔的时光，为了往昔的时光，再干一杯友情的酒，再干一杯友情的酒，为了往昔的时光，为了往昔的时光，你来痛饮一大杯，你来痛饮一大杯，我也买酒来相陪，我也来酒相陪，干一杯友情的酒又何妨，干一杯友情的酒，为了往昔的时光，为了往昔的时光，我们曾遨游山岗，到处将野花拜访，到处将野花，但以后走上疲惫的旅程，但以后走上疲惫的旅程，逝去了往昔的时光，逝去了往昔的时光，我们曾赤脚趟过河流，我们曾赤脚趟过河流，慢一点啊，水声笑语里，水声笑语里，将时间忘，将时间忘，如今大海的怒涛，如今大海的把我们隔开，把我们隔开，逝去了往昔的时光，逝去了往昔的时光，忠实的老友，忠实的老友，伸出你的手，伸出你的手，让我们握手，让我们握手，聚一堂，聚一堂，再来痛饮一杯，再来痛饮一杯，欢乐酒，欢乐酒，为了往昔的时光，为了往昔的时光。 OK， 哦，这个太长了，哦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啊，月夜，月夜，今夜孵舟月，今夜孵舟月，闺中只独看，闺中只独看，遥怜小儿女，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，未解忆长安，香雾云鬟湿，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，清辉玉臂寒，何时已虚晃，何时已虚晃，双照泪痕干，双照泪痕干。今天的确很长，今天多少个同学们呀？
33。好，今天我和33人一起大声朗读，我觉得我很棒。今天我和 三个人一起大声朗读，我觉得我很幸福。非常好啊，小朋友们今天完成的不错，今天比较难啊。好的，那我们大声朗读到此结束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谢谢了，拜拜，谢谢。